收看《综艺大哥啦》。Now, ladies and gentlemen, it's summer showtime. 第一位介绍的是潘玮如小姐。165公分，体重46公斤，三围32C、24、35，是目前广告界的明星，有冷气美女之称。It's so cute。第二位介绍的是彤彤小姐。彤彤，身高160公分，体重40公斤，身围32B、20、31，曾任唱片歌手，最近常常上综艺节目。So lovely。接下来介绍李冠宇小姐。李冠宇身高168公分，体重49公斤，三围34D、24、35，曾经拍过许多戏剧的节目，现在的梦想是想要当成为一位歌手。It's really beautiful girl。接下来介绍刘红玲小姐。刘红玲，身高163公分，体重46公斤，三围32D、23、35，目前是唱片的新人。So charming。今紹介の日本の娘ですね。马倩小姐。上马倩，身高163公分，体重46公斤，三围34C、24、34。最美丽的赛车女郎，心中想要成为歌手的美梦越来越远了。可愛いですね。掌声鼓励！哇！马上就为各位介绍今天要为我们准备大菜的大哥大荣誉主厨，哎，黄金岁月海鲜会馆，林如士师傅。不知道今天谁有缘分吃到我们大师傅今天为各位准备的菜，好辛苦哦！好，我们请第一组表演者出场，欢迎。来，四位同学 ，OK， 这四位里面哪一位即将代表台湾到日本去参加调酒大赛？哦，调酒大赛，好厉害！秀啊，一人都要秀一段，好不好？好，这才公平嘛。对对对，来，请每个人秀一段调酒。好，一号。要快速传过去，哎，哦，哇，没什么太特别，哎，他就是柳丁汁吧？哦，是柳丁汁，没有酒啊，他是让你们看他的手法，哎，看老师吗？我每个人还尝了一口，那就不要尝了，真的，真的很厉害。好，第二位，哎，嗨，哇，耶。
导游。好，哇，掌声鼓励。那要变换，不一样，不一样，他那就不用选了。哎，调酒有花式，还有一种是什么？有没有传统的？传统的。哎 ，Number Three。厉害！何玉浩，何玉浩，何玉浩。It's good to drink. 是因他暴力，不够加。我只喝一个，我的情况嘛，你气候今天赢了呀，你灌一天中2元呢。对啊，哎呦哎呦，柳橙汁洗澡还不开心啊 ？Number four。都有一套嘞，真的难的。把这个桌子收一下来。凭良心讲，太难了。每个人都很有模有样，我觉得他们四个都是都是。好，好，现在给你们一个机会，因为连我们主持人都看不出来。我们的对啊。现在我们请他们四个人一起做这个 shake 的动作 ，OK？ 你们再最后一次啊，看看。好，开始。这四位身材、长相各具特色的 bartender， 究竟哪一位是国家代表队呢？是这位越摇越美丽的胖胖先生，还是这位越摇越美丽的空中小姐，或是这位越摇越吃力的俊俏帅哥，也有可能是这位越摇越大力的酷酷型男。到底谁才是真正的调酒国手？您看得出来吗？请他们四个人一起做这个 shake 的动作 ，OK？ 你们再最后一次啊，看看，好，开始。14我们也猜不出来。而且像我看第四位那个比较摇的不一样，人家是上下，他是左右，他是前后，前后，你是不是跟一般同行来讲都跟你不一样？没有，有些是靠自己的风格，自己去想象那个动作。对，风格是很重要的。那我想问三号，哎，三号好，哎，你的电话号码？哎，这个问题问得好。可以讲吗？请不要在节目上谈论儿女私情。我都是看外表的。姐弟恋是很正常的。真的吗？对啊，而且他们还蛮配的嘞。真的吗？现在有女朋友吗 ？OK 的嘛，对不对？有没有女朋友？有。啊！会排斥当第三者吗？会。到目前为止，最后一个人都没有人告诉你。我来找问，我可以看一下你的手吗？哎，他要就是手到手背的地方。哇，你比我还厉害哎！我应该刚看一下三号的手。他的手其实你想蛮粗的。哎，真的吗？手怎么分？手怎么分呢？那我们看一下。哎呦，没有，我只是想。那我看，能不能看到你的手？只是想为什么？哎，什么意思？我看一下。手都没有受伤哎，我看我看啊也没有，你这个是吃豆腐吗？对嘛？哎呀，啊有没有受伤？你是想摸对不对？不是，因为那个通常调酒啊耍酒瓶的时候，它有可能会割到。摸完人家手还这样，吞口水啊！哎呀，向马谦还没问呢，这个人的手没有人要看一看。我要，你可以摸，你可以摸，他是哆啦 A 梦的手。怎么会这
么敷衍的手哎，微微的，而且他还有那个小 baby 的那个时间到，对，你说他还有蹼是不是？好，现在请举牌是哪一位？哦，四号，彤彤，潘慧茹，四号，还是坚持四号？哎呦，哎。奇怪，这些人我但是变三个四号了。哎，是真正参加日本比赛的，请举手。对啊，要参加这个代表到日本去比赛，压力大不大？有一点。对，加油加油，加油。我们现在来看我们第四号，哎，这是施宏文，施宏文，施宏文给我们带来的表演，耶！今年只有20岁的施宏文，练习花式调酒已经长达5年的光阴，每天要花上4个小时的时间练习基本动作，酒瓶就像是他的女朋友一样。就在您欣赏他表演的同时，他正代表台湾在日本参加花式调酒大赛。让我们一边欣赏他的表演，一边为他加油，希望他能在调酒界成为另一道耀眼的台湾之光。耀平这么帅哦。有些人客人哦，就是没事来，然后就说，哎，今天不要弄，我直接喝酒好不好？其实就是这，就是这一杯耶，哎，目的在这里，5分钟表演呢，是啊，Would you please hurry OK？ 哎呦！这里面有酒吗？有。冠仪，好，冠仪来。哦。哎，试一下，试一下，品酒一下。可我怕我会酒后乱性。你最喜欢喝的是什么？那个 Margarita。马什么 ？Margarita。Margarita。怎么我都没听过？玛格丽特。玛格丽特。就是你的旧爱啊。对。哦 ，Margarita。像椰子酒对不对？换人啊，嗯，很好喝。可是飞哥，我不会喝酒。它很像果汁，像果汁，对啊，调节哦，调酒一口没关系。沾一下，沾一下。你刚才的表情好像是在夜店，我逼你喝。这不是酒啊，果汁啦。很像果汁。哎，没有酒味哎。这个才厉害，等一下你就知道了。
等你醒来才讲，哎，我在哪里、啊？有没有发生过就是这样？哦，然后嘛，有一个瓶子出去，刚好在踩那个。那还要不要继续表演？像那种状况是不是就直接？应该说，应该裁判都坐二楼吧。我是没有遇过，但是我看过选手，就是他们两个一起比赛，然后丢丢砸到旁边，全部都砸掉。然后就后面还要不要表演？还是继续就收一收就走？不是啊，这样他就少一个对手。我们希望施宏文这一次出国能够从日本带来一个冠军杯回来。接下来这个更难猜了，哎，好，我们欢迎第二组出场，欢迎，耶！哇！啊呦啊呦！哇！啊呦！哎，往前站，往前站，好，往前站。啊呦！袁世凯也来了，四个都不一样的。哦，哎呦！等下为什么女鬼也跑出来？哪里有鬼？聂小倩，对呀，人家那么漂亮啊！我们先从外形来欣赏一下这个男生黄根谦。哇！哎呦，那个太壮了，他是健美选手吧？你是跳 breaking 吗？ breaking 才会这样啊？不是，他是健美，就是地板动作的那种东西。地板才会这样子啊？没有没有，他一定是重力的。太夸张了吧？一点点啦，一点点啦。但我不是专研这个，等一下看了就知道。真的。可是那他这个只是他附带的兴趣，你练的应该是那种健身房的那种健身教练。题目是谁是独舞冠军？哦，独舞的冠军，什么是 solo dance？ 一个人跳的舞，什么样的舞？在场应该都是吗？你是你他身上长虫吗？他的这个，哎呦，这个哇胸部好大，飞真的。今天真的，我们第一次男人可以抬起头来了。对呀，你有武功哎！你们这五个人，他简直没有把你们放在眼里。对啊，因为我也是健身房出来的。不要笑，你们怎么笑这么大声？他是练重力，我是练线条。对，飞哥身材真的非常好，就是线条。秀一下，秀一下，秀一下。摸一下，摸一下，摸一下，李冠宇自告奋勇摸一下，好硬哦！哎，有点软软的，软软的，没有，哪没有？看，我摸摸看这个。哎，飞哥，你真的差很多哎！可是飞哥是练线条，他线条练得很漂亮。哇，你看他这是火鸡腿，那有真的养鸡腿，人家也喜欢吃啊。可是真的很，可是我觉得飞哥那一种比较好，对，因为他是线条漂亮，对，肉质非常。为什么我练线条不去练大呢？对，哎，因为我就是很多女生看到会胖。对啊，把不到。没事，带一个胸部比自己大的干嘛？健身健到这种程度的人啊。大部分呢，就是兴趣缺缺。哦，为什么？兴趣会就不喜欢，不太想接近女色，会不会？完全不会。那这么说，练线条都会了哈。哎，飞哥有这样的困扰？没有没有，我不会。但是飞哥怎么会这样子说呢？对啊，有这个说法，因为我。在健身房很久了，对，二十。我知道飞哥，因为你被这种健美的 gay 搭讪过，对，所以他喜欢男生还是女生？对，哦，讨厌。哎，说出来，我们现在要问独舞冠军，是对的。哦，第二位打，哎呦，很漂亮哟，气质美女的飞哥，他的名字也不好念呢。飞哥应该也不会念，魏贤嘛，魏贤。不是啦，那有三点水，魏简呐，魏简，没有啦，魏寒，魏寒，魏寒，我还要吃药嘞，魏寒，国际警察上跟我们说，真真，魏真，魏真，哎，哇，那你应该有个外号叫魏真汤吧？真的，一定会有魏真汤嘛？有，那你是大魏真还是红魏真？红魏真，白魏真，白魏真。还有一位可爱的小三号，金元轩，这个就是金永轩，金元轩，哎呦，眼睛还真像金元轩呢，真的，好有韩国人的味道，飞哥的最爱，飞哥的最爱，哎呦，但是他是来自哪里？哦，美国加州，哦，哇呀，哦 ，You from California。
California。哦，加州都是讲台语跟英文，所以你要用台语问他，他可能听得懂。你叫什么名啊 ？I don't understand you。English 啦，彤彤，你在 English， please say English。What's your name？ Sharon。Sharon。Nice to meet you。It's a very nice name。Yeah。但会讲中文吧？会不会 ？Can you speak Chinese？ 我会啊。会。会。会要早讲啊！我自己有点不好意思。不不不呢。耍了我们这些大人，没有。Yes, don't ever make any joke. 哈哈哈哈哈！哎，那么开心啊！哦，好，他也是一位，第四位那个人已经，哎，他一直没弄像铜像一样。我已经到了中影，是中影那个是啊，文化城啊，他这个不像袁世凯，他像副官呐。哦，你讲的有道理。对，因为袁世凯一定要胖胖的嘛。对呀，我想你的哈。四个人靠拢一点了，开始了。好，每一位秀一段，先给大家看一看。哎，对哦，一人秀一段 ，OK？ 好，分辨一下。第一号先开始哦，耶！哎 ，Come on， music， 用用。来了来了来了，哦。哎呦，看到没有？哇，看到了，好厉害！看到没有？你砸到，很像砖块会打过来的感觉。对呀，这么壮还这么灵活，我是没看过。在表演之后，你们应该很喜欢他了吧？他真的没有哎，不会啦，其实还蛮可爱的。对呀，很灵活哎，不错。第哦，这怎么跳？这怎么秀？对啊，他可以跳过来没关系，他可以秀舞吗？对啊，彩带水秀啊，好事情了。来来来来，魏征小姐。哎呦，那一看就知道不会耍。我觉得应该是因为衣服的关系，哎呦，卡字了，他很跳。是在模仿那个布袋戏里面的送黄金，送黄金呢。哦，第三位金永轩小姐，小姐，嗨。哦，哦，芭蕾耶，垂死的天鹅。袁世凯，哎呦，哎呦，啊啊啊啊 ！Oh my god！ 哦耶！我看这个一看就觉得他在隐藏一些什么，我看就是，我觉得是衣服的关系，所以才跳舞。好好，哎，慧茹，你再问一个，二号，你问谁？可以让我看一下你的腿吗？哎呦，我觉得你们是谢谢谢谢。完成了我们的心愿，至少要拉到这样子哦，小腿小腿，拉到哇哇，好开心哦 ！Oh my god， 视频很好，很好，很好，你可以转过来。他居然对星光帮播下一过，我想问一下，他们的唱片你还没买吧？回去以后有没有打算要买一张？可以让我看一下你的腿吗？哎呦，我觉得你们是哇！完成了我们的心愿，至少要拉到这样子哦，小腿小腿，拉到哇哇！肌肉，他没有肌肉，没有晒过太阳的小腿吗？所以你的腿可以用力吗？用力，用力一点，垫脚用力一下。他没有肌肉，所以哦，好白啊！古时候的衣服呢，他这样古装，然后这样拉起来，我们就觉得不得了。对，真的。因为我那个年纪也有一点，我就会想到古时候，你看到的腿就要娶她了。对啊，所以他这个对我来讲讯号是非常强。对对对对。飞哥已经说了，他已经看到你的小腿了，你可以吗？这个我一定要负责任嘛。最近对对对，对不对？你放心，我会对你好的。那二号呢？跳的是什么舞？是民族舞蹈吗？
不是哎，不像刚刚那种柔的，是比较像男生，对，像比较 Nike 吗？对，因为我喜欢 Michael Jackson， 因为他是我偶像。哦，所以你跳的类似像一样。来试一下好不好？试试看，我从来没有看过古装跳，穿古装跳 Michael Jackson， 要。哎呦，哎呦，月球漫步哦，漫步 ，OK， 可以，不好跳，真的不好跳，不是因为他鞋子有垫子啊，他们也没有办法。现在再给你们暗示了，每一位模仿自己的偶像，跳一段，哎，你的偶像是谁 ？Beyonce。Beyonce。Beyonce。OK， 来啊 ，Come on，Let's go。鼓励一下，你为什么不由自主的一直会贴近我们跳？整件撕掉，要拿去卖吗？不是，男的胃在上面。劲爆！我跟你讲，刚刚他们女生全部讲唯心论。他刚刚跳到那边去的时候，他们四个女生表情，红玲还吓一跳，不是吓一跳，他演到完过来，红玲还一直在咬着嘴唇。最后还咬了，没有，我真的没有，我是被吓到。其实像马倩应该也蛮开心的，不像马倩最嗨刚刚。不知道这样，你最崇拜谁啊？雨辰 ，Beyonce。告一下，快点，告，可以吗？通吗？妈妈得了，有。哦，那我们看他跳的 Beyonce。来 好像一个洋娃娃这种感觉，对啊，好好看，超可爱，但是超体重要稍微减，回家跟妈妈要讲一下，对，哎，那我们这罗氏堂有没有看过袁世凯念 MC 的 MC， 就是夜店常常会有这种 MC 啊，哦 ，MC 秀耶 ，MC 哈斗，有耶，哦 ，I'm in the 全世凯，有各位观众跟我一起来啊，你又爱 say hey。You say cool, 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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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 I say yeah, you say cool, yeah, yeah, yeah. Oh, everybody, we come to the superstar. Where is the superstar? It's the rain is coming. Rain. Rain. 他哪里啊 ？Rain is. 真是。来。韩国人。Rain. Here we go. One, two. Thank you, Blendies. Hey, give me five, man. Yeah. Oh, very good. 哇，真的难猜。好。现在请告诉我们准备牌子，有心里有印象了吗？有，好难哦。请举牌。好，冠仪。四号。四号。我。彤彤。三号。慧茹。四号。哎。三号。三号。向马倩。四号。哇。愿呢？两个三，到底是谁答对了呢？啊！一号大只佬浑身 man power 的雄性象征，武道力道十足。二号聂小倩看似隐藏真实力的月球漫步，却有一双超完美的粉嫩玉腿。三号小朋友放暑假回台湾，好像是来插花看热闹的。四号袁世凯完全酷缩版，好像该吃药了。
到底谁是真正的舞蹈冠军？您也来猜猜看呗。费玉清笑话精装版，神父的迷思。那些校医风光明媚啊，他们就想到海滩上去走一走，心里想说，哎，不要穿那黑的衣服，太沉重了，感觉太沉重，我穿 T 恤出去好了。哎呦，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别人穿了一件 T 恤到沙滩上走一走，哎呦，正面跑来一个金发女郎，哎呀，哇，穿了这个比基尼，嗨，神父，神父你好，哎呦，又被认出来，也换啊，你怎么知道我们的身份呢？这女人说，哈哈。费玉清笑话精装版独家登场，综艺大哥大 Part Two。综艺大哥大，好，两个三到底是谁答对了呢？哎，没有提示哦。哦，答对的人请举手。原来是他曾经得过独舞的冠军，哇塞！对，你不简单的呢，你对呀，厉害哦！啊，你真的参加过独舞是吧？好厉害！而且拿到冠军，你是以什么舞蹈？芭蕾吗？爵士。爵士哦！哇！你真的是太了不起了，年纪轻轻得冠军。我们现在来看他们给我们带来的表演，好吧？掌声鼓励一下，耶！持有美国护照的 ABC 金永轩，身材虽然圆滚滚，却不影响他在舞蹈上的惊人表现。难得回来台湾探望阿妈的他，愿意来参加节目的录影，是因为他有一个小小的心愿，那就是能摸到主持人张飞叔叔那一头 QQ 的桃毛。在他跳完这支让他夺得冠军的舞蹈之后，他是不是能够鼓起勇气提出他的小小心愿呢？就让我们一起来替他加油吧。永轩长大一定是一个辣妹，真的啦！刚刚在跳舞那，对啊，哇！其他的舞蹈已经混合好几种，对，他混合 New Jazz， 他有啦啦队，然后加爵士加芭蕾，有没有哥哥？这么多啊？有，有哥哥哦，哎，哥哥也是美国来的吗？哥哥 ，Hello， 来，你们 ，Hello， 哇，哥哥，哎，哥哥感情好好，我是认的吗？隔壁邻居，亲哥哥吗？亲哥哥来一段，哥哥，亲哥哥吗？啊，不要，你不要这个哥哥，不是，是他以为你要叫他亲他哥哥，你是他哥哥吗？他听错了，他就以前叫我亲哥哥，他说要亲哥哥一下，不是这个意思。Thank you very much， 谢谢，谢谢啊。我有个 favorite， 你可不可以让我摸你头发？飞哥好啦 ，Sorry， 可能没有办法。人家说 Please， 多一点，多一点，多一点，多一点 ，OK， 轻点。可以了。吓一跳，吓到了吧？吓到。哦，谢谢。他从美国来台湾就是为了摸飞哥一下。那既然你摸到了 ，How do you think？那个飞哥的头发你觉得怎么样 ？It's true， 很 soft， 很柔软，非常。
舒服跟柔软。飞哥，你让他感觉很舒服哎，真的吗？真的哎，可惜年纪太小。掌声给他鼓励一下，谢谢。好耶！哇！啊，谁的分数比较多？今天来，我们宣布一下，是李冠仪得到一分，彤彤一分，潘慧茹一分。像马倩零分，不要说，没那难打哟，不要说了。哇，今天的冠军是我们唱片新人刘宏麟啊，两分，那一定会红，一定会红，好，恭喜哈，好，我们请师傅秀唱，耶。是师傅，哎呦，真的樱桃，哇，哎呦，好好好，哦。爆炒樱桃虾，师傅精心用红曲沙拉画出一只活灵活现的红龙，并选用高级的文莱蓝虾与新鲜樱桃，再加上养生的山药，一道兼顾养生与视觉的佳肴，马上呈现给你。一分钟以内表情要做足，好，开始打分，他的表情你们满意吗？59分，哎呀，哎呀，进步空间不及格哎，这样子的话感觉意犹未尽，这个师傅的菜就无法得以彰显，哎，哎呦，来，对，我吃山药都没人吃山药，哎呦，这个就这表情就难做，这个才是挑战，对，我觉得你比较适合樱桃哎，整个下去，哎呀，好了好了，下一位，再来再来，重来一次啊，哦，看起来好脆的感觉。好松软，哎呦，哦，这个好，掌声鼓励，几分，飞哥？这个奥斯卡金像奖级数，哎呦。没有入围，还没有入围啊！坦诚影展有入围了吧？坦诚有参展，有了吧？好，好，接下来介绍这一位，哎呦，那可以称得上是国际巨星，那是年纪轻轻的呢，就把地球踩在脚下，我说60度吗？哦，你讲得好。我难道一定会讲这一句吗？那是王力宏可以这样讲，台词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对啊，年纪轻轻的就把地球背在背上，扛着。有没有看过那种石膏像？有没有？哎，对对对对。哇，就留在那。也最厉害的是啊，岁月居然没有在他脸上留下任何的痕迹。对，注重你，真的，我们女生都嫉妒啊，好不好？生气了。是不是一个人？是不是人？你可以，这一位非常了不起。他是不是人啊？不是普通人啊，了不起的巨星，巨星啊！你快来欢迎费玉清。
相遇会在天际，两三溪白云拂衣，晚风伴暮色沉寂。轻舟翩翩荒孤影，两岸上薄雾轻凝，牧笛正吹送归去。握住你边心，望着潺潺流絮，能否在万里长冬去，钟鼓寒山鸣，阵阵传荆棘，如来可曾知我归去。夕阳余晖在天际，两三溪白云拂衣，晚风伴暮色沉寂。会在天际，两三溪白云拂衣，晚风伴暮色沉寂。轻舟翩翩荒孤影，两岸上薄雾轻凝，牧笛正吹送归去。握住你边心，望着潺潺流絮，能否在万里长冬去。山鸣阵阵传荆棘，如来可曾知我归去。夕阳余晖在天际，两三溪白云拂衣，牧笛正吹送归去。潺潺流絮，能否在万里长冬去。钟鼓寒山鸣，阵阵传荆棘，如来可曾知我归去。夕阳余晖在天际，两三溪白云拂衣，牧笛正吹送归去。飞哥，您好，您好，您好，不敢当，不敢当，真是大驾光临啊！哎呀，恭喜恭喜恭喜！特别金花，鲜花代表的制作单位，小哥，小哥，你好！哎呀，你好，你好！以及您的爱慕者，致上我们的心意啊！哎呀，自己人这么客气，当然这是一定要的，小小心意啊，希望你能够感受。谢谢谢谢！每次来到这个节目，真的宾至如归啊！真的是那么客气，帮你拿，先帮你放一下。哎，跟爱护您的观众朋友问候一下，各位现场的朋友，还有所有的特别来宾，电视机前的朋友，大家好，非常荣幸今天又来到大哥大，大家见面，谢谢。谢谢我们这位超级巨星，真的是真的这样，刚好在我们节目在改变形态的时候前来为我们背书啊，真的是万分感激，哎呀，不敢当，哇塞，谢谢，真是这个。自己的家里的人这样介绍会不会不太好意思？哎呀，不会不会不会，我们这个这次出新唱片，刚唱那首歌，对，这个算是这个最新专辑上面归那首歌。哎呦，我们刚刚进场的时候听过吧？归听过。有啊，一个歌手他已经唱到十二生肖了，这个就是对这个十二生肖。十二生肖里面也没有龟啊？不是，你不是说龟吗？龟来的龟。哦，我回去看录影带。CD 啊，我提来，啊，来，哎呦，哎呦，哎呦，真的有，哇，哎呦，全新出炉的，红布拉斯先生，哎，谢谢小哥，哇，好开心，小哥谢谢，你看他，你看他都最后给我，这个就是这个年轻人就是有礼貌，最新的条件，这就是因为有内外之分，其他歌手来一定先给飞哥，对，但是他不是。
他觉得哎呀，他真的，这个就是这个小哥他蛮成功的，难能可贵的地方，对，他是思考了的一个角度啊。像我们每次去吃饭干嘛，他绝对不会跟我抢着付钱，这就错了。不过我们是一家人了，是真的是这画面上，哎呦，到现在有的时候人家都吓一大跳，对，不是，有些问题疑问，觉得你们不是一家人，你们可以问没关系，我们多年来一直怀疑，因为其实你们好像是两个姓不同，对啊，一个姓费，一个姓张，就是连长得都不同，所以你们这用膝盖想一想，对啊，同父异母，同父异母怎么可能？如果同父就同姓，同姓同姓，同母异父嘛。伯母是不是？我的兄弟是罗伯迪尼诺。有难难怪比较混。说来也是奇妙，对，其实，在当时啊，我们在各自喜欢的演艺圈的路子去发展的时候，飞哥是其实蛮客气的人，对，他就觉得说哇，一家人，对，尤其他的比较没有那么优质啊。对，他自己认为啊，就觉得说，万一这个闯不出个万字来，哎呦，所以干脆这个姓啊，他自己取的艺名下，丢灰丢灰，一般。其实我的本名呢，叫费飞，叫费飞，费飞。可是怎么会叫费飞呢？对呀，后来到了事隔很多年后，大家都有自己的一片天空了。我哪里有一片？哎呦！可是而且你们家里面是有三片天空哎。哎呦！我们小时候你知道呢？啊，你争我夺吗？不是，他讲我有一片天，我星星之火。哎呦，岂敢与皓月争辉？哎呦！我小时候就是因为长得差一点啊，在客厅里面打篮球、排球，他是可以在那边。哦，小时候我们隔壁有井啊，我是住在井里面。啊，我的天就是。我的天，只有一片呐！哎呦，飞哥跟小哥会不会吵架？小时候，哦，哇，他扁我像扁外人一样。这不血口喷人？那人家有具体的事项啊，这是为什么事情会这么狠呢？你怎么扁啊？你看他这长相就知道，还有凶狠。我是个怎么讲啊？啊，不是，我是啊，外什么外？哎，外啊，面恶心善，面恶心善，对呀，解围解围，面恶心善，口豆腐心。我们可以还原现场吗？怎样扁？然后要看他是怎么扁。而且，像请问呢？就是你们家三口子啊，就是都很会讲黄色笑话，那是天生的还是后天调养的？我是受这个遗传吧，这跟遗传没关系，这完全是后天基因突变。有人说什么什么黄色笑话是遗传的，有人要听是不是？哎呀！啊，就是你刚刚观众已经拍了手了，对呀，对对对对，笑话的笑话始祖，涉猎一些什么奇怪的笑话。平常这个真的纯唱歌，从头到尾也是让观众会睡着。这个因为大家观众对我的熟悉度够了，可以稍微这么撒野一下。哎，这也是人性的表情，对他的演唱会的特色。我今天现场后第三排以后通通睡着，真的是非常。有海报挡住没关系。哎呦，开心一下。说这个，也这个狂牛症嘛。哎呀。这个有一个这个采访者到了狂牛症发生的这个地区区域去，哎呦啊，就问了这个牧场的主人，请问你狂牛症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怎么有狂牛症来呢？那牧场的主人很神情很低落，这样，那你想想看，每天有人摸你的奶头，又不跟你，你会不会疯掉？啊，费玉清究竟说了什么？广告后再给大家揭晓喽。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怎么有狂牛症来呢？那牧场的主人很神情很低落，这样。那你想想看，每天有人摸你的奶头，又不跟你做爱，你会不会疯掉？这个意思。啊，有人提醒。每天在挤奶啊。这个我们狂牛症是这样。你俩是很高档的笑话。
这样还不够啦，这样就觉得好像已经打开话匣了。对啊，笑话应该就好了。那个绝对不够的，绝对不够。啊，说是有两个神父啊，哎呀，好，这个正好他们去传教，哎，这次派到了这个夏威夷，哇，那这个夏威夷风光明媚啊，他们就想到海滩上去走一走，心里想说，哎，不要穿的黑的衣服，哎，还滚白边呢，哎，让。太沉重的感觉，太沉重。我们穿 T 恤出去好了。哎呦，对对对对对对对，轻松一点。T 恤到沙滩上走一走。哎呦，正面跑来一个金发女郎。哎呀，哇，穿了这个比基尼跑过他们身边，波涛汹涌。哎 ，Father，Father， 哇，这是奇怪，哎，我穿便服了，怎么知道我们的身份呢？对啊，哇，是不是我们？哎，我们要注意，可能是要入境随俗，走到那海边的那个摊子上去，要买那种短袖的香港衫，哎，上面绣了一些什么香蕉啦，夏威夷 coconut 啦，对对对对，海滩的太阳这种，哎，他们一人选了一件，第二天穿了个新的衬衫出来，哎，又碰到昨天那个女的，哎，比基尼女郎，嗨，神父，神父你好，又被认出来，也换了，他们两个把他拦住了，哎，小姐，等一下，等一下，奇怪。我们已经换装两次，你怎么知道我们的身份呢？这女的说：“啊，你们大概忘了，我是修女玛利亚。”是这个意思。哦，天晴起高级。哦，对对，又幽默哎。讲这我又想起，哎呦呦，哎呦，谢谢。哦，是啊，这个西方很奇怪，西方有一个不成文的这个道理，反正老喜欢作弄。会是老是笑这个金发女郎，或者胸前伟大的，总是好像说胸大无脑，很有，哎呀，对对对，又这样开这个玩笑的毛病了。就一个女的也正好是符合这样，金色的头发，哎呀，前胸也很雄伟大，走到电器行去了，就老板，我要买这台电视，就老板说，我们不卖给金发女郎，胸围又很大的，你这是种族歧视吗？还是怎么样？还是族群？这个女人就懒得跟你讲，走了，回去就不甘愿了，把头发染成黑色的。哎，又到了个电器行呢，老板，我要买这台电视。老板说，我们不卖给金发女郎。胸前又伟大的，哎，他怎么知道？这女人说，又不甘愿就回去了，又回去了，干脆现在也流行剃光，直接自己来。口技哦。第三天又去那个电器行，老板，我要买这台电视哦。我们不卖给金发女郎。哎呦，没毛了，这女人说为什么？我已经换了三个造型，你为什么你不卖给我这台电视呢？啊，因为原则上你指的那台是微波炉啊。太扯了。哇，第一个没有颜色的笑话，好好笑哦！真的，对，这个真的很，这个厉害，对啊，微波炉，哎呀，值回票价，真的，对对，平常想听这个。最后一排要2000块的票，对啊，有的时候还要拿望远镜才看得到。生活里有一些笑话跟朋友相处啊，对，收集一点，有时候点缀一下，也是一种，哎，不是，讲这个记忆力要很好，对啊，还讲得出来哦。我每次讲了，全桌都很好笑，我到最后我一个都记不清。像我想起来换我讲一个，对对啊，想起来的。或对飞哥这种年龄，有时候听要更成熟的笑话。哎呦，这个对，成熟一点的。所以有个管家哈，一个女的管家，长得有一点姿色。哎，那这个老板呢，已经有一点眉来眼去了。哦，老板娘看了就很不高兴了。趁先生出差的时候，我跟你讲，你就做了，今天不要做了。哎呀，可是先生还没有回来，不用讲，我做主，你给我打包东西。那个女人说：“好吧，就很不情愿，在整理她的行李的时候就讲，哼，有什么了不起吗？我跟你讲，先生说哈，你家事做得没我好，你烧菜也没我烧得好，你连床上都没有我好。”完了，离开桌子说：“这也是先生告诉你的吗？”啊，不是，这个是司机跟园丁跟我讲的。哎呀，不好意思，今天真的很高兴，提供一些笑话，大家会心一笑，开玩笑。以前我们在秀场里面，胡瓜啦什么，我们这些人啊，最希望就是访问到小哥，因为访问到他，我们只要在旁边挖鼻孔就负责笑，不用负责，因为他一个人会一直讲，对呀，时间为了掌控，对，然后一个人唱40分钟只有3首歌，中间都是笑话。
要不要再听听小哥哥？百听不厌，哥，谢谢。要歌啊！这一次啊，过来这是整张的这个感觉是校园民歌，好校园的感觉。那这个里面呢，却是十一首歌啊，所以这个因为怎么会十一首单的呢？那个什么跟基数的这个很开心的跟周杰伦合作的那个《千里之外》啊，有这首歌可是这个变国歌了，这个也是现在的经典。我也很喜欢这个歌，所以这个就把。换了一个个人独唱版的，说是第十一首歌曲也收录在其中。千里之外个人独唱版，这哎呦，把里面的这个所有的乐器的这个音色啊不太一样，是是是，都有它独特，这样稍微更中国风一点。哇，好难得，好，我们迫不及待，好，为大家带来这首《千里之外》，欢迎小哥的这首歌。悬崖，风里如沧海，我等雁归来。时间被安排，演一场意外，你悄然走开。故事在城外，浓雾散不开，看不清对白。你听不出来，风声不存在，是我在感慨。梦醒来，是谁在窗台把结局打开？那薄如蝉翼的未来，经不起谁来猜。我送尘埃迷雾下的爱，你从雨中来，诗化了悲哀，我淋湿现在。芙蓉水面采，穿行音犹在，你却不回来。被岁月覆盖，你说的花开，我去成空白。醒来，是谁在窗台把结局打开？那薄如蝉翼的未来，经不起谁来猜。我送是否还在？
着小哥的这个背影，当然真的是有玉树临风的感觉，肯定有嘛。但是呢，突然间这个时候就有一点这种怜惜之心啊。哦，人家讲说长兄如父，是是没错的，那种望着他的成就，又开始替他有一点担心。为什么呢？你有没有看前几天不是电视还有报道？哎，说吴宗宪已经开第九个节目，好，然后主播直接就讲说，哎，伊有迄个命赚迄个钱啊，可能无迄个命要用遐个钱，开迄个钱，开。所以我刚刚好像看到你这感觉，我一定在后边在等啦。他是太忙了，演唱会这么多了，他最近就还不止这些，还有啊，本业还有外业的工作。哎呦，他不止演唱会，而且呢，还做了一个代言的广告。哎呦，消息蛮灵通的。哎，对啊，哎呦，这个广告，这个问题刚好他拍的这个广告可以保养品解决你们保养品的问题。太好，这代言我也要用。这为什么皮肤这么细致？而且角度刚刚都不需要打反光板。好贵哦！你们在打反光板对不对？那是什么？这个有的时候，这个工作行程有紧凑啊，这个大家吃了很多东西，或者在节食保持工作这个最好的状况下，其实营养不均衡，所以我自己亲身的尝试过这个产品。哎呦，不能直接说了广告，真的是代言高贵格调的养生品。我记得许真的，我退完休之后开始点黄豆。哎呦啊，因为这个吼，哎呀吼，民间哪只钱给他花？哎呀，话袂使假保证的。哦。今晚叫嘴郎，今晚法庭的传唤。哎呦，来这一套！我倒是这个出国，在飞机上啊，看了一篇你的报道。哎呀，说你还健康检查是吧？对呀，医生建议飞哥要多多 DIY， 就是。封了外宾机才访问，哎，加派回。飞机上就这样讲啊？外宾真是对呀。为什么要医生会建议这样？对，什么样的 DIY？ 就是怕万一有硬块，自己要摸摸。哦，那你们有硬块就早点发现。是这个意思吗？啊，飞哥，你又去检查乳癌哦？不过这也代表了，这医生这样的诊断，代表他的生活其实很倒也蛮干净清爽。哎，这个也可以放心，百年之后一定会烧出两颗舍利子。好了，不过说实在的，我们都还没听过小哥他的一些休闲发音标准，对啊，发音标准的小哥，小哥，小哥。突然觉得天气又热，全身黏黏的。其实他也有休闲运动，对，可以请小哥一起去玩风帆呐，那个鱼哈，这个是没有，他常常去，有的时候难得偷得浮生半日闲的时候。到海边去，还被我拖去，在旁边看我们玩帆船这样。哎，为什么呢？我都坐到岸上啊，也可以感受到那个大自然的感觉。心里一直想着家里面的宠物啊，我想起来，他也有兴趣啊，我想起来，我曾经听说过，不是，小哥呢会在家里的浴缸养鸡。哎，对啊，哇，那个浴缸这么大，养鸡吗？很小的，迷你鸡啊，肉鸡出的，而且还会跟鸡讲话，这个好。你说跟狗还好会有回应，小哥太孤独了，鸡根本就不会认主人的嘛，会有，会吗？有心得吗？跟鸡讲话，对，他差不多在换饲料各方面，他就特别兴奋了。哎呦，哎，已经结束了，不想吃了。非常谢谢小哥到我们节目里面，谢谢演唱会。刚刚那一段你跟我们说说看它好在哪一边，就是跳脱出了我的逻辑，然后超乎我的想象，让我啧啧称奇。哇，对啊，佩安博这边看完就是哎。大魔镜 Magic Show。欢迎收看
大魔镜。首先呢，要为各位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闪闪发亮的几位特别来宾。曾几何时，物换星移，各位终于捧出了你们心目中是由你们亲手打造出来的星光帮。欢迎他们。人最不怕年纪大，最怕跟时代脱节。这星光帮的七位，我只认识那两位啊。不是这边啊，我们是两光帮。两光帮。所以各位同学，你们帮帮我的忙，帮我知道他们的名字好不好？好。从右手边开始，第一位叫什么名字？李友嘉。大家好，大家好。飞哥好，飞哥好，飞哥。哇，不简单。第二位叫什么名字？周立伟。大家好，大家好，飞哥好，大家好。第三位俊秀的男生啊。哦，星光帮有女生呐。哎，叫什么名字？第四位叫什么名字啊？潘云华。Hello， 大家好，飞哥好，许元哥好，林哥好，欢迎。嗯，很有礼貌。哎，第五位叫什么名字？非常好，欢迎欢迎。哎，太好了，现在手上没有星光帮唱片的人呢、啊，那就虚影掉了，对不对？哎。不是，飞哥是在变魔术，要把变魔剑。对啊，哎，朋友，我们这个单元推出之后，引起了很大的回响。我们那边是星光帮，我们这边正在选举魔界王子。哎呦，哦，而且是硬碰硬的，跟星光帮一样，必须一战一战，一次一次的 PK， 哎，才能够最后获得，我们这个节目的大奖。那么在这边呢，先要介绍我们第一轮的霸主。第一轮的霸主是谁呢？李冠智，欢迎他出场。耶！哎，冠智你好，你好。哎，帅不帅？帅。他就是我们魔界这个单元推出之后的第一届霸主，他一直在等待。一直在等待后面再产生第二位霸主，再产生第三位霸主，第四位、五位之后，五位霸主呢将使出他们的绝活啊，穷其毕生的力量来做大型的魔术，让大家一定会叹为观止。我在这段时间里面呢，每一集我们录这个影的时候，第一届霸主都必须坐在我们评审旁边，所以每一个人的表演你是不是都看到了？都有看到。然后你觉得？他们的表演让你的感受是什么？我已经蓄势待发。哦，蓄势待发，很有信心哦。可是你也看得出来，江伯权老师，掌声给他鼓励一下，好不好？好。那江老师今天还要继续接受新人的挑战。好，你已经经过几次挑战，所以你可以坐在我们的评审老师旁边。希望你继续加油，好不好？好，谢谢飞哥，谢谢。好，李冠智。今天呢是江伯权老师最重要的一场战役，如果他能够幸运的击败今天的挑战者的话，那么他将是我们大魔镜的第二轮的霸主，那么他也可以坐在我们李冠智旁边。现在要介绍我们魔界的这个两位前辈，两位老师。第一位是刘谦老师，耶。第二位连丽人老师，耶。今天我们进行的这个方式仍然是一样，星光帮呢，你们的总分呢，占一票，两位老师各占一票，是奇数啊，所以你们肩膀上的责任也很大。先问佑嘉一下好了，佑嘉，好，你好，你看过我们这个单元吗？有。好，你觉得一个评审要用什么样的心态来评一个不是我们专业领域里面的这个分数？就是可以让我叹为惊奇的。哦，
都可以过关吗？那几乎每一个都可以了。对，没惊奇了，对。还以为，我觉得是创意吧。哎呦哎呦，那不一样喽！啊，你不要说你想坐到上面去的，没有，就因为还看过蛮多魔术的，然后希望可以看到不一样的，就觉得哇很特别这样。哦，这样子，可是因为你看过魔术呢，打分数跟你要比赛，输的人呢，今天就要离开这个现场，这个是其实是蛮残酷的一个舞台哦。对，所以你们知道如果被淘汰的那种痛苦，所以你们一定要拿出良心良知 ，OK？ 好。好，现在呢，我们先让大家看看我们这个一走入人群，让更多观众朋友见证魔术的魅力的。哎，我们来欣赏今天我们在外面的街头魔术的表演。耶！一千，我来，注意看哦，一张一千变几张？你想变几张？几张？十张？十张？你自己变，姐姐。两张，两张，仔细看，再一次声明，变出来的钞票绝对是真的钞票，而且呢，我不再拿回来了，一张一千。仔细看，钞票从头到尾不会离开你的视线，只是越折越小。打开之后呢，很快你就会发现变成两张。两张一百，但它是真的钞票哦，而且交给你之后我不再拿回来了，非常感谢，谢谢你的配合，谢谢。你将钞票呢对折，再对折，好，钞票越来越小了，你心中有没有什么期望它可以变多少？希望变成一千块，变成一千块是不是？我们试看看，眼睛一样，不要离开。打开之后呢，正如你的期望。当然是你们的啦，一百变一千块，希望你们晚餐愉快。换个记号，特别一点的，耶！好，非常特别的记号，所以全世界也只有这么一张钞票而已了。好，再看一次，把它卷成一个圆筒形，我们把它捆紧。先确认一下，钞票从一开始有没有离开过你的视线？你画的记号，耶，没错嘛。然后我们把它折成像这个样子，然后这边，好，你把它拿着捏着，像这样，来捏高一点，让大家看得到。好，这边，然后我们多拿一样东西，好，有一个铜管，来，你拿着，再确认一次，铜管，你的钞票，上面还有你画的记号，什么记号？耶，没错，像这样子，你摆在这边。用你最快的时间把这个铜管转开来，快快快！好，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慢慢来，慢慢来。接下来，把管子里面的钞票慢慢的倒出来，让大家看清楚。钞票，我没有离开过哦。好，现在拿了钞票，慢慢的打开来，确认是不是刚才你自己做的记号。好可怕哦！好，接下来呢，很快你就会发现你的钞票呢，像这样子。哦哦，一张一千块 ，become 1000， it's yours。Thank you. Thank you. You're welcome. No more. No more. 大魔镜，超级神，随时在你身边。怎么样？不错看，对不对？好不好看？好看。神不神奇？神奇。上礼拜我们就街头那位，他的一个铜板10块钱放在一个女生，男生还是女生手上，都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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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他的手就从他上面这样过去一下，就变10块变成1块，哇！到现在为止，连我们制作单位都想不通是为什么，
那个人现在已经变富翁了啊！对，十块只要放一块回去，他说我已经变有钱人。对对对，真的。所以刚刚那个真的是很神奇，对不对？对。我现在要问一下我们林宥嘉先生。哎，你好，我是宥嘉，我是宥嘉。宥嘉，吓一跳。林先生，刚刚那段你跟我们说说看，他好在哪一点？就是跳脱出了我的逻辑，然后超乎我的想象，让我啧啧称奇。哇！哇塞，这个形容真好。好，他这种都是文言文呢。我在想，如果他有人这样问到我，我怎么办？对啊，他已经准备好了。我真的太佩服了。哇！我而且还成语耶，这样对啊，刚刚是考他们一下。对，其实在现场是不是看不到 VCR， 所以你就知道宥嘉真的反应，再给他鼓励一下，鼓励，不错。所以我觉得歌唱的好以外，还是要有一点脑筋，反应要快。对对，有人安尼甲你学落过不？第一次，真老实。好了。接下来就进入我们大魔镜紧张的挑战时刻，介绍这一位挑战我们江伯权的是王祖浩先生。耶！就读政大哲学系的王祖浩认为，魔术就像是人生哲理般，虽然多变，却是由自己掌握，能得到多少掌声，全凭个人表现哦。这位流浪汉的手法干净利落，固然是来者不善，精彩的还在后头哦。综艺大哥大 Part 3，
陈可琳。哇，好励志的一段表演，哎，真的好感人哦。嗯，是有一点感动，对，没错，可以看到那个眼眶开始湿润。对，嗯，因为哪一个人不希望那有一个梦？对，哪一个人不是有那么一点小小的愿望？哎呀，真的，而且他本人的长相看起来也很可怜。哦，很可怜，真的，这是蛮有创意的啊！来跟我们讲感觉，佑嘉，佑嘉觉得呢，他的表演就是有剧情，然后很棒，这样。佑嘉，嗯，很好。飞哥觉得佑嘉还不错，定为。我觉得很有剧情的魔术会让人看了觉得那个更有那个张力在，所以我觉得很棒。你跟那时候有没有觉得好像进入戏剧的感觉？有有有有，好像这个我也来一个火柴好了，让我许愿。哎哎，对对对，如果你有一根火柴，你是要一部小绵羊吗？还是不哈雷？我也变个魔术师好。哎呦，这个讲这个回答不容易耶。如果一个火柴，我希望变成魔术师，哇！然后五分钟以后又变成这样了，雪蓉。我第一次看到魔术有故事的铺陈，然后这个故事还蛮发人深省的。哎呦，发人深省，有没有听到？台北啊，我真好难讲哦，都讲完了。你每次都轮到最后，但是还是很精彩啊，嗯，精彩的，精彩，嗯。最严格的奖评开始了哦，因为你敢来挑战，对，就是要面临我们大师的奖评，没错。但我们大师呢是面恶心善，嗯，感觉上是毒舌派，但是哭的人到外面以后，他都会告诉他你刚刚什么，你还用亲自在教他。对对对对，爱之深责之切。请刘谦老师讲评。我觉得这段表演非常非常的好，因为这段表演呢是我排的。来镜头，对，这三个月前他们这个成果发表会的时候，啊，这个创意的来源呢就是他的长相。啊，很苦吗？他的长相？我看到他的面相之后呢，我觉得他非常的适合同时扮演两种极端的角色，而他的确诠释的非常非常好。但是呢，我想讲几点的缺点出来。第一个就是呢，演技的这个方面还需要再加强一点，因为这个角色的转换呢，是从流浪汉做了一个发财梦，最后又变成流浪汉，所以情绪的转换呢，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就是说呢，刚才在这段表演里面呢，流浪汉的悲苦跟出现钞票的狂喜的这个情绪表现呢，其实还不够到，因为其实你从头到尾呢，只有一种表情而已。所以感觉不出来你有开心的或者悲伤的地方，这个地方呢是可以再加强一点的。好，谢谢刘谦老师。到目前为止，好像你啊给刘老师的印象蛮不错的。好，接下来是连丽人老师讲评。好，首先呢，在这边我要抗议。对，这个刘谦老师帮你编排的这个剧情哈，我想呢，你就是对号入座了哈。哎呦，对，也就是说呢，这个并不是本身来自于你自己的灵感。哎呦，这个就是有一点就是学习别人的东西啊。那么说白一点呢，就是别人把设计好的东西让你来表现，但是呢。很可惜的，你并没有把这个剧情的编排，还有它转换的这个空间啊，把它做好。像你刚刚在出这个钞票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你自负的表情，但是那个部分你完全没有做出来。一直到你在出现报纸的时候，那个表情还是维持在那个状态。也就是说，你并没有把观众的表情带领到你所要表现的那个感觉出来。哦，这个是很糟糕，就是说你并没有入戏。哎呀，哎，你只是在。自顾不暇的在操作你的技巧，这一点很糟糕。哇，那么整个感觉啊，其实真的很有戏剧的张力哈，但可惜它有一些失手部分，我们还是要讲出来哈。好，第一个就是他在点这个纸的时候哈，
跟我们之前李冠智曾经犯下的错误，气球刺不破，他的火柴点不到这个纸啊，这个是很夸张的事情哈，一张纸你会点不着，我觉得你的练习可能有问题。哦，那么另外啊，就是他信用卡在不断出现的这个部分呢，也失手了哈，好几次哈，真的。那么另外啊，他在钞票啊，在转换的时候哦，换手的时候，这个转换的过门也产生了那种延迟的这个部分啊，拖了个许久，这个都是不可能在舞台上发生的事情。好，这是我对这个主号的一个奖评。好，掌声鼓励一下。老师讲你都要听呢哈，你唔安尼我讲哦，我话跟登去说起来辛苦，我揣你食。接下来呢，是我们的第二轮霸主江伯权老师的卫冕赛，欢迎江伯权老师。任教于高中的地理老师江伯权，将幽默风趣的表演手法运用在乏味的课堂中，让他的学生们爱上魔术，更爱上地理课哦。
好可爱，那是好厉害哦！哦，这真是好好玩。对啊，有声音。光哪里去买到这个东西，我就很佩服。对呀，哦，这个是不是小孩子，连大人都喜欢看的。哦，姜老师今天的表演真的还蛮不错的。哦，他没有走演艺圈很可惜耶。对，演的这喜感十足哎。今天真巧，两个人刚好都是戏剧，走那个有戏剧骨，都演流浪汉哎，他比较像流浪汉。好，又加又加，你看到这段感受怎么样？从头到尾就很多惊喜。哦，而且会让我就是哎，为什么会这样？哎。我们为了公平起见，安博正你先说。要反正说没话可以讲，你先讲。都说什么前面讲光了，那我们就对你不公平。对啊，就神乎其技，神乎其技，掌声鼓励一下。很精彩，很精彩，入戏，很入戏，神乎其技。玄荣，跳来跳去的。就真的太精彩，而且流畅度十足，而且就是戏剧张力也很够，很够哦。好，玉文，我觉得就是一直很多期待，一直跑出来，一个一个叠上去这样。好，这是我们客座评审。对，好，请刘谦老师讲评。其实今天这个流浪汉大 PK 这个演技考验呢，我觉得今天呢，姜老师就让我感动到了一次，真的。虽然呢这次没有秀我的照片，让我有点失落。在魔术里面加入这个演技的部分，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赞赏的事情。因为19世纪的法国的近代魔术之父 Robert Houdin 曾经说过。魔术师就是演员的一种，站在舞台上表演什么呢？表演扮演具有魔法的人。那姜老师今天的表演呢，让我非常赞叹的一点就是，他表演的每一个魔术都非常具有神奇感。哎呦，就是呢，你看不出来是怎么变，这很重要哦。你都每一个效果呢，你都看不出来是怎么变的。对，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这个呢，其实演技好，有时候这一方面做的不好呢，对整个演技是扣分的。但是这个地方姜老师做的非常非常好。那只有一个缺点，好，那我觉得这个还蛮严重的，就是刚刚姜老师用了两个魔术，效果非常的好，就是把瓶盖变进酒瓶里面，好，刚刚大家都有看到，对，还有啤酒罐还原成的空瓶酒罐还原成一罐满满的啤酒的一罐啤酒罐，对，这个东西大家觉得很神奇，对不对？但是如果再加上一点的话，会更神奇，就是变完之后送给现场的观众，因为。我告诉各位哦，那个并不是魔术道具，而是真正的啤酒罐跟啤酒瓶。哎呦，所以它是可以送给观众检查的。所以我建议你现在表演这个魔术之后，变完之后直接丢给台下的观众，酒瓶不要丢了，交给现场的观众。然后啤酒呢，也可以丢给来宾，叫他们喝，确定他们是没有任何的这个机关的用品。啊，掌声鼓励一下刘谦老师，谢谢。现在该我们非常严苛的连丽人老师。好，我想啊，今天姜伯权啊，姜老师今天的表现啊，跟上一次比较起来，显然又再度的把他的感觉抓回来了。其实他的技巧并不差，那么只是在表达的层次上啊，就是说他诠释的这个角度啊，还有他展示面，可能要再清楚明确一些。可能有时候稀里糊涂的你就交代过，就是当观众还没有看清楚之前，你不要收手。那么这个部分可能要请你再加强啊。另外就是说，他有一些准备，可能有一些疏忽哦，像鞋带一掏出来方向错了。哎呦，我们解开的时候鞋带通常会在后面，哎，在前面不会是在后面哦。对，这个部分可能他自己，我们一讲他可能就知道这个问题了哈。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说他的 ending 哦，其实他整个过程串起来，坦白说还不错，但是 ending 的部分如果可以在一个 surprise 的话，我觉得这个部分它的张力就会发挥到极致哈。那么这个是我对姜伯权老师的一个讲评哈，谢谢。好，掌声给我们老师。所以说这个 surprise 是吃亏，因为他这个鸡啊，他没有拿麦克风给他嘛，所以他这个鸡我们旁边都听到，没听到。其实他这个事情有 surprise， 符合老师的要求。可是，好，我们请挑战者啊到这边来啊。
今天他们两位卫冕者江伯权老师呢已经打败了连续两周，那么这一周如果能够把挑战者击败的话，他就可以进入第二轮的八组。到底他们两个人呢会鹿死谁手，完全操控在我们两位评审跟这边的一票星光帮他们来决定。现在请开始评分。这是大魔镜现场气氛最紧张凝重的一刻，评审们的票究竟会投给搞笑的失忆男子江伯权，还是从乞丐变王子的王祖浩？两位都具有戏剧张力的魔术表演让星光帮难以抉择，今天到底会是谁失落地走出这个摄影棚呢？这边呢票数多的呢勾的是王祖浩，就是要王祖浩呢今天离开我们现场。我想问一下，他们的唱片你还没买吧？回去以后有没有打算要买一张？哇，没有买也不会买星光帮唱片的挑战者，这下在艺人评审的分数上可能会完全失分。江伯权、王祖浩，究竟谁能胜出？会不会出现戏剧性的变化？广告后回来马上揭晓。综艺大哥大 Part 4。这边呢，票数多的呢，勾的是王祖浩，就是要王祖浩呢今天离开我们现场。我想问一下，他们的唱片你还没买吧？回去以后有没有打算要买一张？都很老实。等一下，飞哥，我要说帮他说一句话。你要先，我叫到你定了。太是我定位那个，我觉得我非常期待他在第三轮的演出，因为我觉得王祖浩他很有潜力。一切都来不及。现在你们五位终于知道评审哈，他要评出星光帮这些人谁拿什么名次，为什么？其实那个老师都在受煎熬的，所以上过我们节目之后，你开始对其他那些毒舌派的评审，你们就可以释怀一些。对不对？今天你们身临其境，因为你必须要决定一些东西的时候，对，没错，你肩膀上就有责任。刚刚表现得不错，给星光帮鼓励一下。接下来的决定是由我们两位评审啊，请演员小姐把结果告诉我。哦，这边是连老师勾的是王祖浩。哎呀，你并没有入戏，哎呀，哇，哎，你只是在自顾不暇的在操作你的技巧，这一点很糟糕，哇，哎，哎呦，刘谦老师勾的也是王祖浩，流浪汉的悲苦，跟出现钞票的狂喜的这个情绪表现呢，其实还不够到，因为其实你从头到尾呢只有一种表情而已，哎呦。所以今天是非常的明显呢，我们江伯权老师可以登上第二轮的八组，当然也很抱歉跟挑战者王祖浩先生呢说一声抱歉，您失败了，请离开我们现场。此刻摄影棚内回荡着王祖浩的名字，众人目送他的离去，他抱着冰冷的心一步步跨出不属于他的空间，一直压抑着自己的情绪直到无法控制。我觉得你的练习可能有问题，你的练习可能有问题，练习可能有问题。其实你从头到尾呢只有一种表情而已，只有一种表情而已，只有一种表情而已。一股脑的怒气就这么发了出来，他懊恼自己的失手，责怪自己的不小心，准备多时的演出就这么付之一炬。其实面对失败，最重要的是能够激起自己面对下次比赛时想要品尝胜利果实的斗志。祖浩，
收起你挫败的心情，期待你下次更精湛的演出。江伯权获胜，请江伯权老师登上第二轮霸主。其实江伯权老师刚刚在比赛的时候呢，在宝座上在看我们挑战者这个在表演的时候，其实他非常的紧张，因为我一直注意他的表情。对，我们的节目的真实性绝对没有放水或者是盐商谁拿什么，硬是凭真本事。所以只要有对魔术有兴趣，都有两下子的，都欢迎你们来报名。是。历经了一连串的激烈竞争与数周评审的严厉审核，江伯权这位幽默逗趣的地理老师终于在今天登上了大魔镜第二轮霸主的宝座。从第一次比赛到今天，江伯权的每一次演出都让人眼睛发亮，捧腹大笑，但他却总是宿命似的老是碰到外形比自己俊俏的对手，今天终于以自己的精湛手法赢得了胜利。接下来的数周，江伯权老师将修身养习，蓄势待发，为争夺盟主宝座而努力，让我们一同期待他未来更精彩的表演。紧张过后，要不要听听星光帮给我们带来一首歌啊？ Yeah！ 好，下礼拜他们将接受信乐团在现场的挑战。哎呦，没习惯改过来。啊，来，掌声欢迎他们的表演。传唱储存在我的心上，怎么可能把它遗忘？后来故事变得怎样，我们的手依然不放，我所有的悲伤习惯有你陪伴，怎舍得再重返孤单。答应你我不去，我们只是短暂的分离，我会在附近紧握着回忆，陪着你前进。答应我你不会哭泣，我们有过那么多约定，因为我相信只要我相信就会有奇迹。我都体谅，我的秘密锁在你眼眶，我们从不同过往，并肩走向同一个方向，梦的重量压在我肩上，所幸有你分一些承担，满天的星光把每一步照亮，所以我们不会走散。只是短暂的分离，我会在附近紧握着回忆，陪着你前进。答应我你不会哭泣，我们有过那么多约定，因为我相信只要我相信就会有奇迹。前进。
奇迹，因为我相信，只要我相信，就。